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精致的镂空花样。好，这款花样弹性还是非常大的，它是三针一组花，片织的话就起三的倍数，加两针边针。啊，花样是四行一个循环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十一针三组花，也就是三乘以三，然后再加两针边针。第一行，我织一行平针，全织下针。第二行，织一行上针。前面两行都是平针，一行下针，一行上针，排花就在三四行。前面平针织好了，我们来看第三行，边针，这里加一针。织一个纽二并一，两针一起并掉，然后再织一下。重复这个组合，我们继续加针，纽二并一，一下。还有一组，加针，纽二并一，一下。边针。第四行其实同第三行是一样编织，编针，加一针，纽二并一，然后一下，重复这三针，加针，纽二并一，一下，还有一组，加针，纽二并一。一下，边针，花样完成，都是重复的针法。织出来还是很好看的一款花样，很有弹性。织帽子、毛衣、围巾都是可以的，一款百搭型的花样。下面就重复这四行循环去织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